下面呢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赖舞台、优赖舞台的结构和外观。那第一，我们首先看我们的舞台的外观，我们的舞台框跟舞台板之间的是相当的平整，平整度是很平的。再一个，舞台板跟舞台框之间的缝隙，我们是控制在1mm之内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外观呢是相当的美观。第二个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组装是比较。那组装是非常方便的，这里有一个腿的卡扣，把它松开，这个腿啊就可以拿出来再装进去，所以组装是相当的便捷。而且我们的那个舞台的性能，你看一下，我们是舞台板与舞台框之间是以螺丝的锁定，那个螺丝来锁定，那我们螺丝两个螺丝之间的孔距呢都是控制在200左右，所以呢，这个舞台板跟舞台框之间是很牢固的。再一个，我们这个舞台的承重力，我们1米乘2米的舞台的承重力可以达到1吨。所以从不管是从我们这个舞台，不管是从外观、从性能、从各个方面的总和总结呢，我们的舞台的质量、性能都是高于我们行业的标准的。好，谢谢。